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在看这支影片的你认为买卖股票需要经过很复杂的一段手续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买卖股票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选择一个股票交易的平台，然后注册账号。而我选择的平台是 Lagoon Trade iSpeed， 我认为它非常方便，我使用它已经一年了。同时你只需要待在家就可以注册 Lagoon Trade 的账号了。这个视频我将会教大家如何注册。首先你只需要去到 Google 寻找 Lagoon Trade， 点击进去后去右上角找 Open an Account 的按钮，接着选择你想要注册的账号种类。在这里你需要根据问题填写你的资料。那如果问题个别有出现红点，那证明那个问题你必须要回答。在这里你需要填写的有名字、国家，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码，及你需要上传你身份证的前后的照片，还有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。点击同意后按下一个步骤。那么到了第二阶段，回答的方式其实也是相似的，只是那个 trading spin 它就像一个 password， 当之后你想要买或卖股票的时候，你需要输入的一个 password 之类的。然后我个人认为 bank account 非常重要，你如果你是有很多 bank account 的人，你要仔细思考你要放哪一个 bank account 比较好，因为它之后你卖出那个股票的钱，你需要兑回现金的时候，你一按 withdraw money 的时候，它就会把钱退去这个户口。回答完第二阶段后，现在到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会问一些 financial 的问题，会问一些你的身家，还有你投资策略之类的。回答的方式也是一样。然后过后呢，回答完毕后，只需要在下面按这个 submit。那你就注册完成了。注册完成后他会挑一个画面，恭喜你已经注册完成了。那么注册完成后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s， 下载了 iSpeed 之后你可以用你刚刚注册的账号登录。那么下一集我会讲解如何用 iSpeed 来购买股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订阅我们下集见。